这个厉害了，这个也太艳了。哇，完全是个艳丽的那种。哇，不是，你是女的，为什么你的反应最大？而且你刚跟我说的时候，他还这样子，他看我好媚哦。你看他那表情。哎，我中风了，怎么办？请问平常叫平常是专门在电人的吗？啊，对啊，铺老的。铺老的。OK， 你是又是一个讲台语，三国混血。对。哪三国？条。骚好这样，安好，安好。我是葡萄牙、日本跟台湾混血。哇，这三个形容加起来一定正，五高哈。不要说加起来，光喝起来就醉。对。你经常在家里顶楼晒太阳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家是透明的，而且是最高的，而且我都有穿定制裤哦，所以我都很均匀。上衣。上衣，我有遮。你有遮，但是没有穿。没有。告诉我你家住哪里？你讲最高的。对。故事真机啊，这是不玩的啦。用 Google 嘛，卫星那个图，我就看到一个。OK， 那你焦糖的肤色是天然的吗？还是自己去晒？白肉底的。但你很爱晒太阳。对，因为我是透明的，所以都可以看到。你是透明的。对。你水母啊。所以医生不用照超音波直接看，我你这个肝脏哦，最近你这没有了，他皮肤比较薄。对，所以我都会冬天就是紫色，夏天都是绿色，而且我容易红，一泡澡都粉红色的，所以呢我就去晒。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我是 model。model。嗯。讲话不要一直，你可不要这样讲话。所以其实你看他的皮肤晒起来的颜色就会比他们好看。而且它的比例很好，这样。而且它屁股超翘的。对，请问你接很多封面？哦，对呀，对。是哪一种？龙虎豹还是？哇！我接很多台湾的，还有国外的。那个时候很白哎。对呀，因为我忽白忽黑的都可以，我可以 control 好。哇！哇，这个太好看了。哇！哇，这张好漂亮。好像不是外国人，外国人这张。哇！我们可以直接跳到全裸的吗？这张好看，漂亮，好漂亮哦！你们手很酸，会掉下来的，好的。啊，不会啊。这也是你，哇，很野性，野性，野性。其实他的脸性感性很怪，有时候会像中国人，有时候像对，有时候像外国人，东方西方会变混血儿，经常这样子。好好哦。所以像白云，有时候看人，有时候像猪。某个角度有没有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为我们示范性感 pose 五连拍。好啊，请到中间，预备一，二，三，尼可白学着点，四，快出事了，五。想试戏了哈！你要把哭接干什么？我僵硬。娃娃音是天然的。对，我已经尽量压低了。啊，你已经尽量压低了。对，我就会很尖，然后很吵，然后一直娃娃音攻击，很像坏掉的那种 NG 机器。哇，那你这样骂人，谁会怕？我都用眼神。哦，来一个凶的眼神对我们镜头，那几杯凶，还是性感？你这样，你是凶的叫我们？没有很凶。你那个刚刚米可白讲了，在巷子里面遇到一个色狼拖下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要骂他？你会怎么骂？你会用还有眼神，你会怎么对他？找死啊！杀了我！我跟你教。其实应该找 Kitty 跟他一起去嘛。对啊 ，Kitty 应该，你应该去。好了，不要把你抢，不要摸上我。然后 Kitty 要站在杨秀惠后面嘛。哇，打个样照亮亮。我也会，我是南部人。
人哎、欸，你是南部人？对，我是高雄人。嗯，你是高雄人吗？可是啊，没有。可是我是从小生在台湾高雄，所以我马上要捞台语。你讲的台语怎么好像葡萄牙话？捞台语？我会，真的，我好会讲。是是是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你有交过男朋友他去劈腿的吗？没有哎。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怎么对呀？请问你男朋友被？表面上他们都说没有。可是他们都会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吃完就睡觉，太累了。大部分都是因为往生才分手。白衣宴的无外伤，自然死亡。因为要到国外赌场嘛，很多港星都会跟你搭讪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一个 casino 和一个新的。夜店还没开幕，它只是试卖，然后就好多香港跟中国的，还有韩国的。嗯哼，那你怎么会去？啊，我是因为朋友，因为朋友有投资，所以呢，我就跟干妈一起去了。跟干妈一起。然后就我坐在那里，豪门对。对啊，我坐在那里就有人问，他说你要不要我们去香港吃炖奶啊？去香港吃炖奶，炖奶啊！香港吃炖奶，炖奶。他就问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来香港玩？请你吃炖奶哦。”然后一直挑眉，一直挑眉，一直挑眉。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俗气。像我们，你要不要去香港？成功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，我不喜欢太高的，然后我喜欢胖胖的，像这样子。谢谢，我还胖胖的，我其实已经减了10公斤了。瘦塞塞的男生。哦，那太高胖那位了。其实我没有很高，我一直拿掉也只有168而已。干嘛表现自己？太矮。又太矮了。那我可以再适时的装一点，我就178可以。他叫你来站旁边。超高。我高还在。那你吃饱会这样拍肚子这样走吗？我们看两个。我这样很美。吃饱会拍打我的胸部。哦，这样子，会啊会啊，哦，好 man 哦，我喜欢。哎，不要菜，不要吃的，多谢谢他。那你怎么那么高？好像蛮高的哎。他很高啊。太高我不喜欢。哦，那我回去。他打的很大，打篮球。啊，真的吗？篮球，你看篮球可以吧？可是打篮球不是要瘦瘦的吗？没有，他们比较会喘啊。他应该会喘，他会喘。你这样太胖会喘哎。我不会啊，因为我喘的时候我就拍打肚子。这没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第二号男士。哇，这个老气了，瘦了。众筹会是焦糖美人李玮。这样两个在一起很像棒打老虎鸡吃虫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老虎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两只。我叫 man 不 man？ 哎，man 不 man？ 哎，没呢。哎，还有卖葱油饼的大爷，回来了。哎，你现在切饭还是要讲 man 吗？你怎么当初遇到你很像这样？刚刚每个出来都没有这么兴奋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打红了啦！打红了啦！他好瘦哦，大哥。你要胖。李可凡说他那天正在下着雨，吃了鸡腿，遇到的大概就这一些。没有，他没有骗人哦，鸡腿哦。今天呢，来，你在我旁边，我没办法主持。